四点三十七分，我要准备出门啊。在出门之前爱去点一盖。嘿，爱个全部爱个点一摆啊。啊。去到遐吼，较袂物件减物件吼，就我都进行。拢无惊食到。嘿。医生惊治少，吼啊，所以咱总部的。做中道的吼，时间较别。哇，你这带刀出征呢吼！嘿呀，带刀出征啊！抵达板德现场，阿姨追咖大军立刻分头行动。迅速确实，就像一支训练精良的部队。我们这梁子军哦，那个导览这工作较细心啦，十项全能哦，打十项铁人，打拢爱一样。一定要这饼胶贴。瓦斯、铁桶、蒸笼、烤台、锅碗瓢盆整齐就位，五点钟准时起火。在一声令下，洗菜的、切菜的、肉品的、海鲜的、生食的、熟食的，全部动起来。第三斤的大骨来，给我供上了。啊，就你进来喂，来站个夹盘了。洋葱啊，白白啊。现在还早吧？距离中午不是还有一段时间吗？不早了，阿龙塞说，秋露菜都是现做，慢工细活，分秒都不能浪费。你讲菜拢嘛是爱现场、现处理、现做，那是这个人讲中埔菜的精神啊，就爱当场现处理，咪拢叫一挂简单的啦，还是真的，安尼袂安尼。咱就我都做一个合格总部师啊，总部师就是咱到到现场做一挂咱一般家庭较无多处理的一挂手路菜、大菜。板道的菜哩，伤过赶无效啦，伊一定是拢是长时间的焖煮熬，爱熬爱落炖，才有迄个好的滋味出来。内门是宗破塞的故乡，不同门派的高手个个身怀绝技，各有独门功夫。有的人伊的特色是酱油饭，有的人是伊的肉卤了正比别人较出色，啊，有的伊迄个羹牵了比人较独特，每一个师傅伊的独特的功夫啦。讲到自家的风肉和油饭，阿龙是精神一振。油饭的丰富好料得一样一样先炸过、炒过，下料的顺序也要遵循古法。油饭要好食，秘方就是迄个爆香，啊嘛用猪油来烹。阮的油饭是照传统古早老一辈延续落来的做法，前后顺序，阮什么物件爱先要炒，炒烹。油饭嘛算一路足重要的，伊是咱全部的菜路的主食，哎，啊所以伊的主食你若不 OK 的话，人家食什么物件感觉讲无迄个饱足感，感觉像在讲减食食什么物件。
我们在那拌哦，有到有散，袂当有白点。哎，白点就是那个白色的糯米搅拌不掉。相同的菜名能做出不同特色，这就是中后塞的功力展现。花锅鸡本身就干，来找伊啊作战的结合，讲破生理人，会有较有智慧。啊，在农业社会吼，会禁止这啊，进这个时代啊，大家拢较随性啊，较无遐智慧啊，啊，所以破锅鸡就出头天啊。为破布子证明，阿龙师也让佛跳墙飘出台味。我今天做的这个佛跳墙是咱台式的，是咱本土的。咱台式的吼，是较注重清爽。啊，你若广式的，伊较煲汤，伊较浓郁的，伊是迄个炒米粉底。佛跳墙好，咱等下咱阿叫三哥，甲叫起来放。要能跟上宗后塞的口令，随身法宝不能少。辛苦的吼，没啦，哈，没啦，没有，拢安尼凊彩食食的，饭都互人食，家己凊彩食，食这个解好啊，食这解好啊，这是运动运动啊，啊，不过拢爱搬重呢，袂要紧啊，我就是要运动，唔爱搬重。放过，放过，放过。用过了点心，时间慢慢逼近。大伙动作加快啊！你摆呢？哦，那老师傅啊，佮摆呢，那切，哦，我哩拍摆去。啊，汤鱼对。汤鱼饼啊。好来，这个这个等。啊，你要比赛，还要比赛，你要耍，那我要比赛加多油。前方舞台响起婚礼进场的乐声，后场的节奏跟着飙升。来油泵哦，油泵来上好去啊！来，我们先出油泵哦。好，来香菜。来，加现了几个，现了几个。来，先放伊啊，先放我用啦。我啦，我看你啊上好去啦，啊袂硬袂糊啦。紧盯初赛进度，阿龙是默默站在红毯边。这一幕，爸爸把前世情人托付给另一个男人的画面，他看了几百次，但每一次心里还是发酸。爸爸妈妈很好啊，哦，我的爸爸妈妈太太很好啊，那个跟着我太激动了，非常满意嘞，哎呀，非常满意啊，谢谢啦，非常满意，非常满意啊，这是咱的动力啊。人家甲阮肯定，阿龙仔，哦，你个菜真啊赞，安尼，规天今仔规工的劳力吼，迄忝，迄精神，拢好起来。要圆满这一场宾客尽欢的宴席，阿龙是辛苦，可不止一整天。前一天他就得清点吃饭的家伙，菜单也要再睡一遍。办桌的注重就是咱这个。啊，就较豪迈，就是阮的物件拢足大份。阮的配搭大份，物件阮的物件嘛是拢足大份的。物件通食啦吼。诶，这是阮的办桌的精神，加以口碑。阮的俗称讲五宝。五宝。诶，就是阮的家刀、菜刀、烤刀，足侪种刀拢有内底。阮的百宝箱。那要处理料理菜的物件，皆是在内底。现在是下港上出名的内门中破塞。年少时代，汤富龙可没想要掌勺，心不定，爱飙车。一次在 KTV 门口，一个陌生主厨的一句话，改变了他的生命。
阿伯啊，伊讲少年人唔好常常暗时啊唔困，就咧飙车。哎，有这时间哦，你有一挂技术，有一挂功夫，对后盖做大帮助。安尼，啊，我有甲放在心肝头。过一礼拜了，我那去的餐厅，去的餐厅甲找伊，伊拢免啦，逐工就是切蒜头、切葱啊、切辣椒、切洋葱，互师傅用，逐工就流目屎。好不容易苦学出塞，开始办桌也办出一点名气，却因为血气方刚，为此付出代价。做厨房的吼，拢较暴躁嘛，拄着什么款人客就有啦，啊无合理的要求，啊佫上加拄着食酒的人客，食酒的人客啊，失去较无理性，啊理性，咱迄阵还佫血气方刚，佫少年时阵。按捺不住，就发生口角，发生口角就引起冲突。那时阵嘛，感觉作后悔啊。这个建立的时阵，我的囝拢差不多国小、国中尔，啊，所以咱是作袂放心的。啊，讲哦，这段有当时啊，咱感觉讲哦，作对不起咱的家庭，哎呀，哦，啊，咱就。镜头哥再来。栏杆后进修的3年8个月，稳定了心性，磨掉了脾气，重新站回热锅前，汤富龙如履薄冰。伊做食的人，唔惊人客大食，惊人客唔食，物件烹的搁烹热汤啊，咱汤的去开始伊遐想。伊啊研究是咱的菜，同侪是对当，有安怎？阿哥的爱伤心哦，伤心是迄失落感，表示讲咱无未来啊。早出晚归、南征北讨的板的岁月，一晃眼孩子都大了。长子汤贵祥有老爸的真传，也有自己的想法。他推出迷你版秋楼菜，抢攻一个人吃板的单身商机。现在外面办桌那个一些路不像以前，那路随便就可以搭棚子，对，就可以办了。现在不一样了，对啊。但是蛮多客人也是喜欢吃这种流水席的口味。但是不就是不一定要叫结婚喜庆才会吃得到，平常就可以吃得到。高雄内门土壤贫瘠，不利耕作，被称为恶地。交通不便的山城没有发展工商业，内门人就用锅铲从恶地打出一条生路。全盛时期，每5户就有1户人家在做板的。如今餐厅饭店渐渐取代流水席，中破塞的人数也只剩从前的一半。风光不再也好，末代中破塞也好，只要还有一场宴席要办，阿龙塞就会埋锅造饭，赴汤蹈火，在艰难的场地都能端出山海美味。欢迎来来蒙家板的。一大清早，大地苍穹的夜间照明模式还没切换成日光灯，内门的宗炮塞已经出门，开始沸腾生活热力。都记加加到，所以我们都要提早出门。有时候路程比较远的，你像如果说往台东花莲，我们大概半夜11、12点就要出门了。时间不到上午6点，宗炮塞杨顺从、阿炯塞和老板娘杨惠平5个大炉子火力全开，工作活力冲冲冲。台北啦、花莲啦、宜兰啦拢有啦，啊像台东啦，啊我嘛常咧去。屏村、东港、新义古城嘛，一搭嘛是有啊。迄个起好时阵开幕，我会煮的。能在宗炮塞的故乡打出名声，全台湾煮透透。阿炯塞的手艺在内门绝对名列前茅，拿手菜超过100道，每一样都是主人家和宾客再三回味的人生滋味记忆点。
但好身手已经很久没有完全发挥。啊，我来找出路啊！好啊，不你也无要哪生活啊？早下天天。2020年世纪疫情从国外渗透进台湾，大型群聚活动纷纷取消或暂停，餐饮服务业极度受创，外汇板斗也不例外。哎，上严重的啦，啊无多啊，啊都为着生活啊，啊就那个做厨房去变通衣啊，第二都拄着啊，你无要干安怎？哦对对啦，哎这人爱变。都吃三空啊，可是这样子也不是办法、啊、眼睛一张开就是要吃啊，你没有赚怎么吃啊，所以要想办法、啊、饭桌40年最大的挑战倏忽而来。杨顺从一开始以为跟 SARS 一样几个月就能过去，但放大假超过半年多几乎零收入，阿炯塞惊觉不妙，得赶紧找出路，无法外出板斗，只得试试看开店的可能性，有没有生意不知道，反正紧包包腿包喽，干脆放手一搏，在往来旗山台南的主线道旁租个便宜空地，挑选几样半桌招牌菜，做起名副其实的路边店。不用每天一大早就是那个生财去去搬上车，然后到达定点又搬下来，然后又这样子用一用，做完又收一收又搬回来，这样真的很累。那你真的不行。对。台湾宗泡菜的拿手绝活，就是在各种特难环境中端出美味佳肴，灵活应变，洋溢十足台湾味。现在不用带着锅碗瓢盆、炉台瓦斯奔波赶场，在铁棚架下定点煮食，对阿炯塞夫妻俩来说，已经是超舒适的工作环境。我们太太嘛是咧做，外围业呢，嘛是爱做啊。那你是拿手拿杯？拿杯。就是要这样子啊，随机应变啊，要不然要怎么办？不可能说每一场都让你很舒服的环境啊，汗极心扣啊，没有办法啊。哇，你哪天就奶超了呢？啊，没有办法啊，就是为了钱啊，为了三餐啊。环境变舒适了，认真的憧憬依旧，不必赶着假到，但时间压缩的考验度更高，每早5点就得开始水深火热。那给我又不难开了。卖人客哦，七八点买来买啊，啊你无炸，袂赴人。阿炯塞的大锅大勺，一开头就火力全开，各种肉类变身好料之前，都得先下锅净身。这锅沸腾，汇聚油脂和蛋白质，是大厨的美味基底。煮鸡豆鸡啊汤的物件，啊味道了无啥咧难办咧，啊肯是真甜呐，做饭都好有名。阿伯你啊，你也讲没一种可不一种疼啊。另一头阿炯塞也没片刻闲着，新鲜猪肉条一早短暂腌制入味，沾着鱼浆下水穿烫，亮把定型成为肉羹，再和笋片、笋丝、虾仁、鱼皮、花枝合体，滚煮成为口碑满意的招牌里道菜。煎鱼你要先。油炸起来，然后再下去爆香，跟香菇一起爆香，它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加班的师傅的手炉的真正的是二炉菜，对它功夫好不好就看第二道菜。啊，鱼翅羹就是比较高级的料理，比较高，价钱比较高，但是我们做路边摊的，你就是要平民价，所以就鱼翅就省略掉。我嘛会油，啊，把油滴出来，滴出来了，安尼猪扒，即个我嘛会，看安煮煮嫩嫩，安尼嘎嘎，就这样，不会油腻啦，热油啊，搁着水会滚啦。我看你都唔惊咧，我无阿惯是阿久啊。另一道主角烘扒，先炸，再卤，最后再蒸。宗泡菜挥汗谨守繁复工序，才有入口即化的咸香回甘。这个过程啊，吼，哦，蛮久了啦，都拿了些啥人先开好了。重点我是有南，我的油糖酥啦，啊，我有下无人咧染啦。啊，你即马敢加？啊，加无要紧啦，因为这种的大概，要二毛拢会使，都无差啦。
信手拈来全是功夫，但阿炯塞其实是半路出家，原本是油漆包商，40年前因为工作来到内门，正好在宗破塞的故乡遇上流水席，原本就对吃有极大兴趣，于是兴起了学做板豆的念头，放下油漆业的师傅头衔，20多岁当学徒从头学起，踏进斗技的领域，一做40年。阿炯塞让众人的味蕾都甘愿服从。就以台湾内门属性吼，是排在前面的啦，啊，数一数二。伊伫外口吼，所以我做民意代表出去，啊，请较早请都无意见的时阵，啊，请拄到迄个安尼外汇吼，人个稀疏的啦，大家嘛是学了啦。内门位处山区，耕地有限，加上白垩土质，大雨冲刷，容易造成盐泥裸露，不利农耕。采收刺竹编成竹篓，卖给隔壁村的旗山蕉农，是早期的主要经济来源。民国50年代之后，便宜的纸箱取代竹篓，内门人没了载具，捆装新台币，只好寻求其他出路。台湾人头壳真好，啊敖变巧，所以讲就为了去外口，啊有功夫，啊慢慢啊慢慢啊发扬这个板豆文化，大家慢慢是伫啊坐以待毙，大家是讲我买一点爱去想一个办法求生存，刻苦耐劳，比起一般那个城市的小孩子，可能是说比较有那个忍耐度啦。小小的内门全盛时期，有200多个厨师从事半桌外烩，也衍生出相关行业。杨惠平婚前就是专做天妇罗食材，供应给宗破塞。因为工作关系认识了阿炯塞，一路同心相从。身为内门女儿，最自豪宗破塞在有限的预算里变出小个短袜，黑操澎湃的真本领。我们几乎都是自家里面的人，我们成本可以降低，人力嘛，对，人力降低，对，然后食材也是我们自己去采买，不用再经过一手，价钱会比较低一点。你一般外面你看那个餐厅，2万多块的还比不上外汇的7000-8000块的东西，真的啊，因为你。饭店你又要服务费啊，还有什么的，就是你扣水电房租什么，他说全部都跟你灌在里面的啦。台式板豆讲究真材实料，当然也是阿炯塞的料理第一准则。料比较多了，香菇、绞肉，然后虾米跟鱿鱼，有些是只有米呀、啊，就是一些料很少了。我们料是还蛮实在的啦。米也很重要，是爱鼓励，蒸起来比较不会那个黏，会比较 Q。油饭的用料丰富，每一口都吃得到配料，一口就能呈现宴席主人家的诚意，让宾主尽欢。连吃遍山珍海味的知名歌手都一试成主顾。庄正凯，他们离港人啊，然后他们儿子满月的时候来找我们办油饭。巅峰时期，阿炯塞旗下共有将近10位师傅，遇上好日子、大日子才能分进合集。超受欢迎的油饭，结婚桌和满月桌必不可少。最高纪录一天要做500-600份，但疫情期间拿手油饭没机会飘香。阿炯塞提出做路边店卖半桌料理时，杨惠平觉得可行，用乐观的态度一起摸索从没走过的路子。很多人爱吃板豆菜，是不是就没有地方买？然后刚好我们这样子，我们也可以赚到钱，然后客人也可以服务到啊，他们会慕名而来。油亮的猪脚有出味的独家秘方，阿炯塞善于在基本的菜式当中同中求异，做出不一样的惊喜味道。像是最基本的佛跳墙，在众多炸物组成的美味拼图中，也有秘诀在其中。蚵仔啊，排骨啦，啊，粉椒蛋，啊个蛋包鱼，无啥共。差在倒，差里冰。你好，看看哦，也可以参考看看。我们鸡汤这边也有那个佛跳墙的图片，有鱼翅羹，也有油饭，还是要鸡汤跟佛跳墙都有。大厨在路边卖半桌菜，果然吸引不少过路客闻香下马。袂惊啊，
系啊，顶礼拜买摆买八包，啊，即卖食了，大家好食，同阿哥买食十几包吧，拢加买吧，我都会带啦嘛。啊，算来遮做迄个当阿出头，啊，先说阿哥买当起安尼。不少人为了解馋，吃久违的半桌菜，从台北到南部旅游时，专程走一趟内门旗山一日游，龙拉阿盐水口。猪脚哦，好好吃。真的很好吃，而且很 Q 又很嫩，鱼翅羹也很好吃，看见底了。不必等半桌就能吃得到的半桌菜逐渐累积名声，阿中三也希望能够借由一己之力吸引游客到紫竹寺或是308高地二地形走一走，让内门更有人气，也带来旅游商机。现在大儿子职业军人退伍，也在家里跟在爸妈身边练厨艺，也学习总破塞适应环境、面对挑战的韧性毅力。家庭是一起的，所以都要大家一起经营，小孩子也是一样啊，也没有什么期待，反正就是说大家这样子可以平平安安这样子过日子就 OK 了。没法走出去做外汇，那就把人吸进来。这次的挑战不小，阿九塞依旧乐观不畏难，认真端出让人怀念的味道。历经疫情考验，更能体会平凡日子里的幸福滋味，值得好好饭桌吃一顿。如此弥足珍贵，失而复得后，绝对要好好珍惜。凌晨两点钟的山脚路万籁俱静，尽管夜幕漫无边际，驾着货卡沈佑泽却越是清醒。你曾经有几天是没有睡觉的？最多的话大概连续3天忙嘛，那就等于2个晚上没有休息啊。啊，休息的话，比如说是打瞌睡1个小时，忙第二天、第三天这样子。来四维的，来四维的是7K。前脚刚踏进拍卖鱼市，心急的宗婆塞三步并两步熟门熟路，大半夜才从澎湖空运到场的土托鱼，3两下已经到手。对，而且进了行，这个鱼身就这样子，很坚硬，它会跷跷板，就是很牢啊。哎，它因为它活的，抓上鱼，冰镇之后它会丢嘛，它也就会像这样子跷跷板的坚固。也不煮羹，正因2大尾土托鱼就想拼来做刺身，沈佑泽才不得不挂起挑剔的眼神。然后第一个你看他的鱼身，然后再看他的眼睛会很亮，这样子。他鱼身的话，表面会很光滑，他们都说是吃菜。清明后谷雨前，还不到黑尾鱼的盛产时节，沈佑泽偶尔也挑海狸烘干。而清蒸鱼鲜就算偏爱海鱼食老或带帽石斑，敲风市场内鱼货地毯东缺西漏时，鲈鱼也就成了最激动灵验。我们今天海象不好啊，澎湖那边。对，是第一个看手机，然后再看那个他传给我的讯息。来的鱼货多不多啊？如果海象不好的话，我们就去买活鱼。平均一个礼拜的话，大概1次2次或3次，还好啊，习惯就好。采买也是一种乐趣。真的？真的啊。跟你做菜比起来，乐趣在哪边？可以看到新鲜的鱼货，回去做菜会更加有成就感。算一算，从当菜鸟学徒到现在，3天2头就上台中鱼市挑鱼的日子，少说也有20年光景了。明知道半桌师傅不比餐厅厨师轻松，他还是宁愿牺牲睡眠，也要一手包办采买。第一个是室外的天候问题，好，啊，再来就是时间点的话还好啊，时间点的话就是。准时那个餐的时间出菜嘛，那餐厅的话又接受点菜不一样的地方是菜单进来开始拿，那我们这个是事先安排好。以真绵延的山径爬上颠坡，这一天的外汇场地在南投的松柏岭，大
厨说，比起那些得在田埂上架铜锅的场域，真的友善太多。算很好的，算很好啊。因为我们也会曾经在乡下版的那个厨房，在那个稻田里面的，比如说他们家在三合院，一个三合院旁边就是他们的田地嘛，就是家里也收在班啊。有道是餐厅即文场，饭桌就是舞场，所以自古以来宗婆塞自然得练就十八般武艺，机灵应变，统管全场。纵然沈佑泽每一开口总慢条斯理的，反而更像极日本料理师傅。他的肥美的话哈，最主要看他的横纹，他横纹的话线不要太靠近，这样撸花哈，要是有型较好啊。你看他的身形，他肥肥的，比较瘦瘦的，扁扁踩踩，那个就是没有油脂。肥硕光艳的鱼身剖开后，微抹薄盐，等待是为了催逼出水分。接着以稻草饭烟熏半炙烧，约略一到两分熟，这是他改良自稻烧煎鱼最自豪的古法冷盘之一。就是让它表皮有熟，它会吃出它那个胖胖这个稻草的香味，还有鱼本身烧的那种淡淡的焦香。而说起古早味，少了自己编的猪油，那铁定黄腔走板。彰化一带流行高丽菜饭，沈佑泽于是又融合拿手的活鲜海料，先以猪油炒香虾肉透抽，起锅再拌高丽菜和白米饭，最后盛进白铁碗倒扣上菜。这一刻凡厉害派简直完满。因为我想把那个饭的料理稍微做变化，然后想说我们这个路径的话，就是以高丽菜再去做高丽菜饭，很有特色。因为我们是在地的高丽菜去做的，在菜里面嘛，所以也是用台湾的农产品，很适合我们在地的人吃。我感觉每一道菜都很好，一多旁的坑肉啊，清出来，有特色的汤味啦，啊个椰鱼肉清好料理。拄正食到即阵啊，实在讲起来，学罗甲得死啦。我是讲，因为阮遮是山，所以阮一向食到的拢是山产。啊，像这种海产，阮食到的机会是较少。啊，今日吼，拢以家拢以海产为主吼，所以阮感觉物超所值。因为他家的水果哈，它会不会变得比较甘甜？而且那水果又比较多种口味，酸咸甜都有啊。那个你看这个，还有那个金桔有没有？啊，配这个真的是很下饭，有点像我们吃那个客家料理有没有？他们加一些金桔酱什么的。有别于饭店宴席上以淘洗的全鸡炖煮鸡汤，这个宗婆塞实在不爱跟风，仿佛三月春风刮得他气痒，偏要用熬好的金桔酱浇在炸全鸡上，点缀了五彩蔬果，既显客家风味的精粹，也不失台菜和日本料理的致密柔腻。啊，烹饪上早期的话，日式老一辈的食物啊，他们像是那个油醋酱以前是没有相容的，醋就醋，哎，后来是也听老师傅讲的，因为这样子之后才有一个和风沙拉这样子。因为是学河汉料理出身的沈佑泽，早期方才在台中开了日式料理店，但当时候餐厅淡旺季悬殊太大，生意并不稳定，加上父母亲年迈需要看顾陪伴，夫妻俩才决定回彰化二水转班外汇。啊，我的想法就是说，你好东西的再远的地方人家都会来找你，那我们可以到府服务，哎，那是 OK 的。那所以说城通四海，这是我的想法啊。城通四海，信达天下，八字真言即可用来做生意，也是处事心法。只不过在半桌人生的前五六年，它并不管用。你可能比如说这一场，你去跟他谈，然后结果他后面就他很默契的亲戚，然后他直接就介绍他的谁谁谁，然后就插进去了，哇，那你这个 case 就飞掉了。
早年乡村的班桌风气盛行，生意往来也极讲究人情。如果不是2008那一年一场全国板豆大赛打亮他的招牌，也许孤苦的奋斗日记又要增添个好几页。他讲说，我在想笑嘞，还好诶，内蒙旧女啊，东破塞，哦，你知道哈，还有高雄的，那个都是二代的。从第五名开始发表，我想说我可能是第五名以外，结果是第一名。我对我自己这样子很感动，当场落泪。真的好，你是去内撒奖牌哦。对。名气有了，生意随后也排队上门。为了迎战集中的假日场次，陈淑芳索性不当家庭主妇，甚至还练到能够独当一面，一人坐镇掌勺的女总破塞。有时候忙的时候，我们就是全家带着小朋友，假日的时候，然后在仓库打地铺，就备料，然后隔天早上要忙，然后就出个纸板，就睡在仓库里面。就这样子，对。但是你会觉得苦吗？其实也不觉得啊，就觉得还好。到底那些一天得花18个钟头板豆备料、往返家通家育儿的时光是怎么度过的？超人妈妈的记忆宝库似乎只选择性留下甘美的一隅，其余抹不掉的，大概就是足以刻在心头一辈子的惊魂记了。刚好在忙，然后我们在仓库的时候。老板在备料，然后我出去送货，然后妹妹还很小，那时候刚会走路，然后我就接到电话，后来才知道说，哈，原来我出门的这段时间妹妹不见了，结果她竟然是被人家带去派出所，然后警察贝贝还买了一包乖乖给她，哦，吓死了，我说还好，还有没有什么事情。都说总破塞得比一般凡人够胆大心细，不棚里里外外劳心劳力是一回事，现有时间内哪怕狂风暴雨、桥塌路段，都得学会临危不乱、化险为夷，那才是真本事。像比如说，有时候去到那个场地，它不是说这么的 OK， 都是平面的，它还有那种需要端到3楼的，它没有楼梯。哎，然后我们下面的工作人员从楼下一直接，比如说楼梯的地方接到半路给他们，然后再让他们从上面接过去。啊，搞到就是像那个跑百米一样，这样子全部的就是总动员，一直就是赶在那个出菜时间，总不能让客人等。我会请假重耶。师傅，再5分钟上菜哦！你不要插在他叶子上面，姐姐，插后面。先等一下好吗？我先把那个叶子摆好。主家催生中，偶尔乱了阵脚，丁场盯得不牢是小 case。沈佑则说，每逢夏季，暴雨灌的锅碗瓢盆在水上漂，那也是常有的事。你的个性不急不徐啊，不急不徐，在忙的时候又急又徐，都会忙得晕头转向，对，飙过，当然一定会。这个角色任谁来，我看都会。等一下，不管宴席幕后哪个桥段又多么惊心动魄，总破赛的使命也只能为求结果。菜肴端得上台面是基本功，在板头的夕阳时代，还能引人流连忘返，便是底蕴了。那时候的话，应该算是还没有很热闹的走入餐厅的一个趋势，大家都是还会在咱行啊靠安尼规个就是大盘房，然后下去办，然后邀请亲戚和朋友来我们这边吃。那后来就慢慢的一直往这种餐厅啊宴会厅走进去的话，它相对的话就减少了很多。随着宴客风气渐渐走入饭店会馆，褪了色的大红桌、红白蓝布棚也许再无法重回主流，但眷恋古味的人都在，谁又能料想得出下一场流泛着唯美、闲杂着文青的外汇又可能掀起半桌时尚。为了唔早去困啊，你讲有做事，你无都要早困啊，你就免惊困啊。凌晨2点半，多数人早已上床入睡的宁静时刻，
中埔塞林明灿的小发财车再次披星戴月，从南港的山脚奔驰上路，往今天的半桌场地前进。五六十年的那个合作啊，就是因为爸爸也进行了改良的嘛。日子金高黑油啦，那个阿叔啦，伊拢爱我载啊，哎，我乌鱼子啊，大个物件哦。市民大道旁巷弄内的中继站，大冰箱每天清空，方便配合的菜贩从批发市场直接将阿灿塞需要的新鲜货装好装满，让林明灿拿了就走，默契十足，节省时间。对人民没有啊，给你是圣棍呢。今天是黄道吉日，宜嫁娶，要办的是结婚桌。新人们为了在空地少又不方便路边搭棚的台北市吃到阿灿塞的好手艺，特地租下可以做外汇的台北花卉馆场地，有水有电有棚架，对老中埔塞来说算是星级的办桌环境。到达现场还不到四点，帮忙洗菜的追卡阿姨，也就是厨房助手们都还没上工。林明灿和太太先忙着组装瓦斯炉、工作台，好丢兼共煎，一点老师傅的架子都没有。七点半拢来，今天就拢来啊！等一下起夜叫，差死人。食大拢头七点半到，四点半到下，五点钟开始做，工资啊，差半点钟就差足多啊。古总部惊啥？医生惊自杀嘛，做大水会惊掠老。啊，其实唔止啊，总部物件就啦，食大是较快活啦，因为然后较早等伊用。提早做准备，然后按部就班，游刃有余。阿灿塞习惯有秩序感的工作流程，有事所以无恐。最高纪录做245桌的尾牙厂，依旧从容不迫，谈笑风生。身经百战，累积将近30年经验。即便今天的25桌对他而言是小 case， 依旧做好万全准备，以第一天独挑大梁的认真态度面对。楼梯口啦，什么都可以做啊，骑楼啊。我们有时候那个草皮上铺毯子，然后又铺那个环布，啊铺纸板，我们在纸板上面煮菜。你看我厉害哦，红台你买得住啊？把那虫子趴下来啊，嗯，打开啊，买得住。哎，啊，紧刷位啊，紧。赢得赢得啦。追卡阿姨们负责食材清洗、餐具整理，最后出菜给客人，也是中埔塞板豆不可少的好帮手。爱个谁啊？伊个搬运过程啊，搬运过程一定有灰尘的嘛。用心嘛，比你的功夫较重要。你功夫好，无良心无啊。这个乌地啊，挖啊，你看，爱个吉利啊，我包袂开啊。今日多税偌济钱，才会当食着包去。扣完盘起差不多11800，11800，有当吃到活鲍鱼，还有龙虾。加板豆，许多人会惊叹中埔塞总能在实惠的预算当中变出澎湃的料理，食材比餐厅或饭店更大方阔气。阿灿塞说，传统办桌不讲究排场，也没什么花俏的桌边服务可以说嘴。用真材实料在舌尖对决，让宾主尽欢，是中埔塞最擅长的直球招式。因为咱免无免点租啊，免迄落啊，啊他们一开就是要钱呐、啊，啊每个服务人员都要钱呐、啊，所以碗盘都包括在内的。哦，哎呀，啊你也不能说饭店怎样贵啊。早上5点一到，所有人员已经各就各位，野战厨房火力全开。刀山油锅主题配乐预告着又是一场丰盛的飨宴。兄弟啊，杀鸡啦！鸡汤拢会就是煮菜用啊，板豆是爱用鸡高汤，板豆用大骨汤较袂适合，鸡高汤上适合。那头刀工师傅马不停蹄，这头忙着穿烫、酥炸，各种零件待会要完美组合，美味不只要诱惑神佛跳墙。还要让味蕾跳舞。地瓜纹一点点干干的就好啊，安尼煮起就足水啊。人做规碗锅锅，啊，其实佛跳墙也浓稠，也浓稠对不？就是伊芋蒸到那个芋头融化。南部是看海鲜跟猪料好食的，讲起就知有厉害。哎，啊，北部啊，佛跳墙，较早好在人好多桃花菜。
前面叫桃花菜，另外这边叫吃火料酱啊。加工版的灵魂就是这啦，一定要猪油啦，烧葱啊，有放小葱，上重要的两素啦。鸭蛋酥，汤味无同啊，加外芳的。两下你加两下，汤味就较无同。做半桌，阿灿塞坚持要有台湾味，青葱、蒜头、辣椒爆香，让佛跳墙齿留香，就是他记忆中的台湾味道。被誉为北台湾半桌天王，从路边红到五星级饭店请他开厨艺课，还曾经被台湾观光局请出国，到泰国半桌宣扬台湾美食。第一天25桌，第二天20桌，就是庆祝泰王，我们台�湾在泰国庆祝泰王80岁生日。黎明灿的厨艺功夫全来自家学渊源，父亲是国宝级宗泡塞林天胜，半桌界的活字典。外汇经验超过60年，历经台湾经济起飞的70和80年代，手底的师傅固定班底有4人，一天办4-5场家常便饭，菜单可以写出60-70道没问题，守成传统味道也有创新的巧思。40几年前，我老爸发明的啊，啊为什么叫玉米糍？啊，就掺玉米酱跟玉米粒啊，啊落调味啊，哎、啊、汤汁足少，然后一碗尔，唔是啉汤的啦。唔是做鸡汤的啦，鸡汤外口这个拢在做啊，安尼怎？我唔捌看咧，我做的菜你唔捌看，还阁足多。你菜袂使甲人共款啊，你共款你就无一样啦嘛。我讲本地的菜吼，尽量外口看无，外口食无的。你国家无，你一路菜话爱两项外口食。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不止凡人爱吃他的料理。连神明请客都只能找田县塞当御厨。神明请神明啊，爱有5桌，我都爱一桌做尊神明。用爸爸的嘛，爱就去找找，爱就找个呀，找到我们爸爸了。身为厨神之子，黎明灿从小就对半桌这一行耳濡目染，运用观察力也累积了一口好菜和基本的料理概念。从国中就开始玩了啊，礼拜天休息就出去啊，啊那时候是为了吃，翻刷有菜味然后吃啊，这样子啊，哦，吃那白骨精好吃就对啊。退伍后，黎明灿到大饭店厨房工作，想要学习不同于自家路边出身草根味的中式各大菜系。不过做没多久，父亲车祸开放性骨折，让他提早回家当父亲的帮手。中午我准备叫他出来过，做完马上要去吃晚上的场，要做，我来逐天个真正做啊呢，这个野菜都给他手套都给他背回去。跟在厨神父亲身边当学徒，扎实的基础不能少。除了做菜细节，饭桌流程和人力分配都得学习掌握。36岁才正式掌勺，从国中打杂算起，可说是史上基本功练最久的饭桌师傅。要讲出师要安怎讲？对啊，我家丈嘛也无出师。我爸爸60岁，22年前才开始真正的接板桌，但是他退，没有休啊，他还是接客人写菜单啊。对，生病在医院，我开菜单，他不能开了嘛，我开，我要拿去给他看，那看一看，好可以。我才敢用嘞！面店，哎，一直专注这个职业啊，爱注重这个工作的。来，我们新人技师王选手，也希望大家的掌声，大家的祝福，可以陪伴着他们。前场新人浪漫登场，接受亲友祝福；后场的宗泡塞们也上紧发条，做最后冲刺。主人家的人生重要时刻。绝对不能落亏。巴士里那个锦鲤嘛、笋丝嘛、香菇丝嘛，刚才在切了嘛，肉丝嘛，哦啊，火腿、鱼板、海参、水莲，啊，你如果加虾仁、加一些蟹脚，就是还有那个套丢，就是海鲜羹的啊。也有人从美国知道我要哪天要搬桌，为了吃那个订一桌。
十年前林天胜罹癌过世之前，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他依旧亲自开菜单，由儿子掌勺，宴请观光局的长官和媒体朋友，颇有用半桌方式告别的意味，也替自己的半桌人生做个总结。菜单中的芦蔓老油条，阿灿塞至今做来仍掺杂了对老爸爸的思念，酸中带甜。老油条这嘛是爸爸帮的，对对对，淋上那个酸甜的酱汁啊，酱菜很那个味道很搭。你较熬啦，唔好讲我较熬。你较熬啦。我较自由啦，我爱较自由。对你这阵啊做包仔做啊怎么搞不完？就该要搞不。他在意，唔敢应对应对啦，啊我就叫伊尽量应无要紧啦，我阿伯阿你听啦。哦。安尼啦。大家好朋友了，好朋友哦。啊！父后三年，林明灿没有了慈父严师的督促，一度惶惶不可终日。但所幸父亲在世时就一起帮忙的阿贤塞，和好朋友阿刀塞斗阵相挺，让林明灿找回支持力量和自信心。还不错，很好吃，跟一般婚宴吃到的比较有不一样的感觉。他在一些比较特别的菜色，和那个玉米鸡，我就之前没有看过。对，嗯，这个啊，在花莲市，到台北来讲啊，都要两万块左右了。正常的啊，在台北这个婚宴，都要两万左右了。啊，这个一桌我就不晓得了。很好吃啊，因为就是之前就有认识的，然后就是觉得他办的还不错，然后菜色很丰富，然后又很便宜，又很实在啦。然后所以说这次就希望再请。就是换我轮到我了，原本是我朋友，那这轮到我，然后再吃一次他的菜，那就没想到还是让人家回味无穷啊，就非常惊艳。不过随着时代变迁，能够办桌的场地变少，宴席的选择越来越多，总后塞昔日的荣景不在，手底的台湾味仍一样认真。人口年轻化少了，少了一份嘛，饭店拿一份嘛。婚宴广场摕几分嘛？啊，外围剩几分？儿女都各自拥有自己的一片天，阿灿塞也准备跟父亲一样，在65岁退休，手艺后继无人，但他不藏私，饭桌之余也常受邀在饭店、在厨艺教室教课，要把老爸爸传给他的活字典再传递下去。这我那算一种回馈，人家想要的你要赶快交出去，你也无紧夹着你，等下你。有时候都来不及了。就像宗泡塞总能克服各种环境挑战，阿灿塞北台湾的饭桌天王正努力用他的热情发光发热，不管舞台大小，要让手底的好滋味继续在台湾人嘴里灿烂。嗨，都是去海哥，从去海南这边要多久？要3个小时。今天的菜很好吃，也很符合老人家的那个口感。眼睛看表演，嘴里吃美食。今天对屏东牡丹乡的夫妇们，也就是阿公阿嬷们来说，是99一次的开心日子。别说好久没有见到的老朋友，所以他们非常开心。99重阳敬老活动，乡公所特地举办乡内的才艺大赛，台上的乡民们使出浑身解数争取排名分数，台下的宗泡塞也从简易厨房中端出一道一道的美味好料，讨老人家欢心。欢乐的演出交织美味的音符，串起的是爱的旋律节奏。这真的就是很像在5星级的饭店的那种宴会，很感动。可能老人家从来没吃过这样的宴席，是称称的好吃，称称的哈。位在半山腰的牡丹乡，海拔高度300公尺，部落仪式独立在山林之中。遇上入秋后的封面南下，这一天清晨烟雨蒙蒙，更显极尽之美。那我觉得还是一样那句话，享受付出，成就别人的快乐。时间刚过7点，外头秋风秋雨有凉意。乡公所前的石门村集会场内气氛很热，60位左右穿着厨师服的师傅们从全台湾各地聚集报道，要替乡里的老人家们办一场热闹澎湃的敬老千岁宴。
点心组目前两个人，啊，待会如果有空，你的手头上工作做好了，就帮忙过去帮忙包一下也可以。300颗水，三百里头的师傅来自各个知名饭店餐厅，手底有真功夫，每个都能独当一面，卧虎藏龙，全龙有首。灵魂人物是他，中部知名饭店的行政总主厨池一鸣。说明注意事项和分工，大伙急忙吃完早餐，接着立刻上工。哎呀，哎呀，差低，可能爱过差低咯，这种上爱过差低的。台湾总铺塞的厉害本领，除了各式料理，最让人称奇的是能够克服困难，适应各种环境，在户外、在路边，把整套炉具工作台组装完成，堪称料理界的野战厨房。因陋就简，却能端出满意丰盛，风雨无阻，对这些大厨来说算是小 case。今天的任务分组有冷盘、热食、甜点、食材处理，大厨们各就各位，全力以赴。站主位的正常发挥，轮到当助手的就重温学徒时光。事无分大小，分工合作要在极短的时间内使命必达。桌具加料老啦，好啊，中火加加倒，是中午比较紧张，晚上就可以 tempo 个节奏慢一点。各饭店的师傅、餐厅的师傅，因为他们都已经有，基本上他们都有个基础在，剃咖剃条那些带着做，大家很快就可以把工作 share 出来。要够，因为你不够的话，它炸起来不会酥出来，就是说食材里面会含油进去。高山油锅快板节奏催了起，负责炸锅的徐师傅平常做月子餐，替顾客准备好料，分享新生的喜悦。一有空也记得踏出厨房，映照迟暮的余晖。就想说要回馈一下社会啦，对啊，就是回馈一下啊，因为以后我们也会老啊或什么的，所以我们就先做。号召大家带头先做的就是池一鸣，曾经获得台湾美食世界厨艺竞赛金鼎奖，擅长以在地食材做出惊艳料理，发扬台湾味。2012年开始带领志同道合的厨师伙伴，利用农历七月的餐饮淡季，连续3年单车环岛拜访产地，寻找好食材。也在过程当中发现了台湾农村偏乡有不少的长者和弱势需要大家的关怀。全台湾独居老人最高的地方，那个社区只有2种人啊，第一个就是老人家，第一个就是外籍的看护工。所以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哇，其实这些老人家真的需要被照顾，所以我们当下就骑脚踏车带那些食材，在那里就煮了一个大锅粥啊，跟老人家开始互动啊，回馈分享是一种快乐。分享是一种快乐，他连续7年办了10多场公益义煮活动，料理界的师兄弟们呼朋引伴，纷纷响应。成员不固定，谁有空有心就可以自由参加，就连好朋友台南知名的甜品店老板也不落人后，带着扁担豆花来凑点心，顺便当义工。连最简单的环境也是一种工作啊，对啊。最开始大伙出力，还出钱自掏腰包，做到有成绩被看见了，不少餐饮界老板也共襄盛举，大方赞助。奉献出来的爱心转换成菜啊，分享给客人，所以每一道菜必须该热的要热，该冷的要冷，让它要到一定的定位跟标准。像这样子的流水席哦，如果以正常的编制哦，几个师傅就够了。但是第一次号召就30几个师傅，对啊，我号召曾经最多的就号召到100多个师傅。把爱心转化成菜肴，每个参加的师傅都有替爱调味的好本领。我带各位大家认识一下，好嘞。Hello， 台中来的那个做茶菜的那个台式餐厅林师傅，对，谢谢林主厨，对，从前菜，对，从前菜到那个热菜啊，到什么他都能做，没问题，很多都可以做，对。他是随口随到，当然是可以啦，随口随到绝对没问题的，没问题，对哦。这个也是剃咖中的剃咖，哦，剃条，这里叫剃条哎。剃条，对，高师傅，高雄国宾的主厨啊，对，高师傅，对，那他跟他每次我
说只要我们有义组活动，出出环岛义组活动，他都是第一个到了。四点就出门了。对。啊，你袂爱困哦？无，唔是袂爱困，是真没拢无困。基隆山王子饭店的主厨，对，宪哥，张师傅，全部很多的厨艺界的师兄弟都很支持他。对。我刚刚看你怎么有拍扁面呢？对啦，我一直刚满喜欢阿三哥。来自嘉义的陈茂山，对，在嘉义地方很有名的。我去吃有拍折吗？有啊，讲拍折，对，医生家己拍到骨折，他去拍你的折。佛心来嘞，什么佛心的娘？长得就像弥勒佛，你啊话，哇，佛心来，没有啦，就是说以前哦，跟受过那个社会的爱护很多了，对，回馈一些能力，回馈的，对，回馈一下社会哈，对，尽一些的绵薄之力。绵薄之力汇聚点滴就是最大的力量。同样受过帮助起身回馈的，还有帅气害羞的李建德师傅。88风灾时，屏东林边的老家成了路上汪洋。台湾社会满意的义工互助精神，在那时感染了他，决定要做个手心向下的人，给予需要帮助的同胞关怀和支持。于是李建德也成了池一鸣爱心环岛行动的固定咖，定期用自己的假期参与公益义厨，也结识了许多厉害的同业。刚好也可以去到那个外面看到一些中南的一些老师傅啊什么的交流这样。半年前听到牡丹乡公所想要替老人家办重阳千岁宴，又苦无经费。李建德自告奋勇向任职的高级度假村提出回馈在地的想法，获得大老板支持，赞助大部分的食材经费。这次换他揪团一起来这全台湾最南端的山地原住民部落到老嘞。台中全国饭店的李师傅Michael， 他是第一个报名的哦，真的。我要抢第一，不是抢第一，是因为我觉得第一个当初在台中做活动的时候认识的李师傅，我觉得李师傅是一个很有爱心，他也从牡丹跑到台中去，对啊，那我们在台中也要表现的热忱，我们也要下来，因为我觉得这个爱心不分这个地区。嗯，是丁啊，逢年黑啊。轮到自己的主场，又是30桌的300人大场。李建德从半年前就开始规划写菜单，并用在地食材融入常见的半桌菜色，要让习惯故乡味道的老人家吃得开怀，也让厨艺界的好朋友知道屏东好山好水孕育的好物产。山猪的口感会比较有嚼劲、弹性。对。原住民养的山猪肉，即便化整为零过成绞肉，口感依旧弹牙，和旭海特产的雨来菇交融，最普通的水饺也变得很不一样。冷盘缤纷多彩，营养丰盛，其中食用玫瑰、山苏和龙虾有地理优势，新鲜和价格大都市比不上。牡丹这边是全台湾的山苏产量是最多的，像一般龙虾应该在北部至少要差不多18000-20000块的桌菜才能吃到活的龙虾，因为可是我们这边就是产地，所以我们很好取得。五柳枝醋溜石斑鱼用的是东港近海捞捕的海石斑，肉质更胜养殖，和车程出产，肉厚呛辣超甜味，吹落山风长大的洋葱打得火热，是绝妙搭配。花好月圆米糕，当然少不了东港樱花虾、丁高黑助阵，牡丹特产的红梨更增添十足原味。吃起来就是嘣嘣嘣，哎，刚刚就像吃爆米花那种感觉。而黄藤心、炖龙骨、树豆、树薯和野生藤心，都是部部们熟悉的故乡味道。假板豆一定有的佛跳墙，通常出场前撒上香菜画龙点睛，在李师傅的时间标准，原住民的刺葱会让爱吃的佛祖跳得更高，提升它的那个佛跳墙的那个味道，因为刺葱本身它的味道会比较重。好友们，齐名副总招率领，还有我们的总招的李建德总招。十一
点半预定的开席时间一到，大厨们上台秀，将用心诚意和满怀的敬意亲自端到老人家面前。很感恩有这个团队，很开心，就是天气不好而已啦。尤其刚刚那个厨师们要上菜的时候，我整个鸡皮疙瘩，然后看着长辈这样子那种眼神，这样我就觉得很感动。负责跟义厨团沟通联系的牡丹乡社会科科长王美莲，被大厨们的诚恳爱心所感动。他说，牡丹乡人口老化，全屏东第二高，老年人口占了一半以上，独居长者就有35人，是台湾社会未来的缩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大家共同的责任和承担。施比受更有福，池师傅和李师傅认为料理能够带给人们幸福的感觉，看到餐桌上的老人家尽情享受一餐饭时的平安祝福，仿佛自己也被喜乐充盈，就是一颗心，老人吃得下我们就很开心。当你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然后所有人就会支持你往对的方向走，坚持往对的方向走下去。在这里有一群厨师们，一手厨艺，满腔热血，带着锅碗瓢盆，让山巅海崖偏乡角落永远有温热的动人滋味。